北京时间10月23日消息 ,U16 女篮亚青赛小组赛开打，中国 U16 国青女篮首战141-32大胜中国香港女篮。中国国青女篮万季元得到21分6篮板4助攻，刘雨桐21分10篮板，郑明20分6篮板7助攻，柳佳琪17分4篮板5助攻，马卓13分9篮板，周静13分6篮板4助攻。本场比赛中国队各项数据全面压制对手，其中全队三分球16投10中62%，对手三分球30投5中16%，篮板球中国队抢到84个，对手只抢到了28个，中国队助攻数据为39次，对手为4次。本次 U16 女篮亚青赛于10月22日至28日在印度的班加罗尔举行，共有8支球队参赛。中国女篮分在 B 组，同组对手有日本、泰国和中国香港，而 A 组的4支球队为韩国、澳大利亚、新西兰和中国台北。滴答。